喂，你好，我救援。你是在京昆 G5 高速往西安来的方向，还是往阜阳去的方向啊？我知道你是冲往来西安的，还是去阜阳的？去阜阳，就是从西安这边出发去阜阳的路上哈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就是京昆 G5 高速，你发那位置。能行，你现在就是完全打不着了，跑着就熄火了。能行，你差不多得等我个把小时呢。对，我这边得绕上去。我知道，我尽快。好嘞，嗯。全程43公里，大约需要43分钟。就拿个漏斗，拿加油桶去加油站给他打十升油，走。喂，你好。你加我这手机号微信，你再重新给我发个位置，就是你要去的位置发给我。对，对，嗯。对，就这手机号，因为像这种高速救援，这个送油啊，很多情况。必须问清位置，要不然你一旦走错，那就不是说绕一点圈的问题。万一他在对向道上，或者是上次我救援就发现个什么问题，我到了位置呢，结果这是两条高速挨着呢，他在那条高速上，而且那条高速上他在高架上面，我这条高速呢在底下，结果我就显示到位置了，结果他就在旁边那条高速高架上面，油硬是没送上去。你把三脚架放到车后500米位置，放远点儿，然后把双闪关掉，保存电源，人撤离到护栏外啊，注意安全。西安跑过来的，对，应该是要就近吧。对。
我刚跟你说完十分钟左右到，结果就看见你的车了。我车和油表坏了，妈了个逼！油表坏了。哦，我说不，要不然呢？我这边还这边想起来，我以前借过车，借给别人，我表哥还有更多的话就没油了里面。哦，我说要不然咋能犯这低级错误呢？对，打吧。着了没有？着了吧？我给你把油箱盖先盖上。对，我们跟百度是属于合作。对，你加这油相当于总共花了多少钱呢？500。600。680。你先付了280。然后我这400，我操，有点贵。行，走了啊，好，注意安全。我操！你还直接超了我变道过去，多不安全呢！刚才我在他前面停着呢，然后他直接超了我变道过去了。你说你速度这么慢，你变啥道啊？你先从这个应急车道起步跑到80的时候，你再并进去吗？直接从我这超过去了，人家后边的车直接急刹车。这不是吗？他的车就在这前面呢。你说他别再等到还没下高速呢，又一个电话打过来了，哥们儿再给我送十升，咔，又680。您已偏航，已重新规划路线，新路线途经人民公园。好，谢谢。前方即将进入疫情检查站，请减速并配合检查。即将到达新路收费站。过收费站后200米靠左沿主路上坡。他这个车呢相当于花了680买了10升油，先付给平台了280，然后我这里是拿400，我
开高速的话，反正全程100公里吧，总共也就是，100公里，给他打10升油，花了71，然后92的花了71，高速费花了一共是26，去一趟13，回一趟13，然后71加上十升油71，再加上这个高速费，下来也就是100块钱。然后加上油钱也就是150吧，相当于我的话能挣200多块钱，然后平台是纯挣280。他们平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推广费啊，这个推广费是怎么综合的，在这个里边就是他这个推广，你去不去叫他，只要点开他这个推广以后，他就被百度收费了，你明白吧？你比方说我是这个做这个推广的，对吧？不是，我是做推广的，就是说我是这个百度的接电话的。你比方说你需要救援，你只要点进去我这个页面，百度他就给我扣费了，你明白吧？就是你不叫，你点了一下他就扣费。所以说百度的费用是比较高的，就是推广的费用，这就是他的一个费用。然后高速到底保险公司给免费送不送油，咱们现在打电话问问看，调高速上保险公司给不给送啊，打一个9518吧，问问看调高速上到底给免费送不免费送，这就注定了看全险。你好，中国人保，到底全险到底有没有用？抱歉，我没明白，请直接说出您要办理的业务名称。救援，救援。非常抱歉，下面请根据提示音按键操作。车险报案，请按一。车险、农业险、车险救援。你好，请问我车上的是全险，现在就是说车没油了，在高速上能免费送油吗？行，是这样先生，高速的话是不行的，高速上不管保险公司还是救援机构都上不去，交管部门不让上，只能联系高速交警。哦，好嘞，那我知道了，感谢。好，不客气啊，这下一次再见。好嘞。送不了，所以说680升油啊。